听讲原山在骑脚踏车吼。啊，大家起来一定打。懂、哦。一定能卡。到底会有多少人支持？不骑车怎么样啊？跳伞。避开都不好啦。把你押出来。要出来骑车哈？搁等出来。好吧，你好，这都我等。有人用过了啦。这个不好。This is the world。老板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。还记得那个谁吗？上次跟卖茶叶的打起来。果然，骑脚踏车有用。功夫也变破。让我们迎接晚会的开始。